阿姨之前他老人家是先给我试做住四分地，后来就觉得有心得了，就想说再跟老人家说再多给我一点，后来就做，再承跟人家承租啊，就越做就越宽了。啊，老婆说就说要不要我们来自产自销啊？就从网络上看一些，就是网络上的消息，然后认识施老师，然后就加入情趣这样。是，对，然后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米借由这个情趣可以发扬光大，可以越做越好，因为我们对行销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很深的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很认真的去上课学习。要务农的方面就是我老公一手自己一个人掌管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米是客人定了我们才会出货，我们没有再囤货。对，就是客定以后我先生才碾米然后包装，所以需要3个工作天。因为这个待客之道就是希望说我们吃的米饭是这么样的香 Q， 可以带给外面亲朋好友，也可以推荐给更多的人，因为这个米是非常香 Q 可口的，是由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合成的，所以这边是零污染，水源是非常纯净的，所以它是含有机矿物质的。所以老板用心经营，就是他坚持自己插秧、割稻、打田、施肥，就是希望给消费者更好的品质保证。连碾米、打米、包装也是一手包办，到出货直接轻送到顾客的手里，给他们满满的大白米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享受到香槟可乐的139，就是我们的待客之道。